早上六点半要搭公车转捷运，再转火车去台南火车站找我的台南帮同学。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？就是。好，我现在来到台南了，非常的狼狈了。我现在要去草下家拿动力线，拿完动力线之后就一路的赶车，然后赶到现在在塞车中，拍一下，超塞的，持续赶路中。我不该贪乱几杯酒。本来要去竹东的那个全联集合，北部帮的同学已经要先去买了，然后要先上去露营区。我好像都还没说我们今天要去露营。阿邦阿康阿邦邦邦邦轻轻上上，我刚玩过多几个啦。什么意思？去草虾家拿动力线，可是却没有把它载上车。是因为草虾前几天去餐厅吃饭，不小心跟确诊者足迹重叠，是他今天没办法去新竹露营，访问一下他的好室友。草虾，我挺你，做兄弟，只为你，天塌下有你一起。现在到了新竹了，终于长途跋涉去全联购买一些露营要用的食材。现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？到了全联买菜的地步。其实已经买的差不多了，要准备去结账了。菜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。他已经烫整路了。去看。来，像这边就都白了。放东西，放完就要上去内湾老街了，准备上去内湾老街吃饭。你要去内湾老街？哎，就是先上去那个横山那吃个饭，再上去露营地。我想着要唱什么，帮我想一下。没有，因为我要卡了，不能再让你唱下去了。等下唱第一个字就把它卡掉，卡掉。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来到内湾老街，我们要来吃午餐哈，就是很有名的那间店，很多地方都有，就是会有一个蓝色的人跟一个红色的人，那间店就是每次去都会有很多人。好 ，OK， 我们先去。它的口罩上面有一个洞，你有看到吗？是有个洞。北部帮的同学都已经上去营区了，应该还在开山路中啦。你就是大 delay， 快速的买午餐，吃午餐。我来模仿你的手势，开始。我没有。我们现在找到一间客家小炒。你问说，比如说，这里跟这里一样。你讲。三个人拿着冰袋发烧。我们刚买完了冰块，真的要去露营区了。拖好久了。对啊，拖很久的露营区。经过了一些山路，现在停到一间便利商店，要来买蚊香。因为刚奶师急扣电话给怡雅说，上面的蚊子很多，有什么感想？我要变成红豆包了，请回顾那个石鼓的影片。我想回去会多了五六十包，它一个里面就十个。哦，那很够。他说你上面要爬坡。大家还有耳鸣吗？耳鸣，我觉得耳鸣的蛮严重。我现在比较担心蚊子。好 ，Go！ 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真美营区，小巷进来了。哦，你好，然后还有台机车给我停在
幸好现在没有什么车要会。那如果真的要会的话，我看哦，完蛋了啦！这真的是人开的地方吗？刚刚走了这一段崎岖的小路，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后，车子突然卡在这边，所以我赶快打了 R 档，倒退到这边，然后现在人质下车去看一下前方是否还有路。好可怕哦！超可怕的、啊！怎么了？没路，而且重点是旁边这边还都是坟墓区。Yeah, y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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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开始 freestyle。 我们在这路上遇到一点路障，遇到一个标示，他说要往上走，我们就往上走，遇到一些 trouble， 现在我们准备回头结束这段 freestyle。 经过刚刚的恐怖之旅，来到了这个正确的真美营地的道路啦，853大桥在这里，然后看到这边有一块真美营地的牌子，这条路上去才是正版的，刚刚是盗版的，而且盗版的很可怕。那个汽车的引擎哦，有点开始不一样了。到这边就开始是石头地了，看一下左边，看一下左边，那里上去就不知道是什么，是这里上去吗？不是啦，这里的，不能再乱走了。到了，终于到了，看一下我喜悦的表情，好像看不出来。我们要见面了，奶斯。咦，这里有牌子，头目区跟猎人区往那边，勇士区往后面。你很勇哦。其实还好哎，蛮短的。这刚刚看的感觉很陡啊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停那里，要叫你停那里。小心！教练呢？你还从中出来啊？惊掉！我们现在终于很困难的到了真美营地，4:24。我们本来预计是2点到，我们直接 delay 了2小时半。已经在这边，哎呦，教练，来哦来哦，奶香来为我们开箱我们的房间，请你们的房间。还有灯条，对，有温之后先帮你们拉起来。谢喽，奶师。很用力，很用力，用力的把它劈成两半。好可怕哦！干，太用力，太浮夸了吧？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是要让它小块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让它小块。好奇葩哦！这样应该就有了，有了，直接可以烧到中心点哎。我们等下就来生火，我们来研究中。有这种，然后一直敲。对，你要把它直着敲，然后捶地板。你有发现你的周围3公尺内都没有人？我还拆炸弹哦。我们在保持大家保持社交距离啊！你好，你们看，垃圾桶哎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带垃圾回去了。啊，这是厨余桶吗？对。哦，对哦，奶丝的，然后家佑的。我跟怡雅的，哦，刘仁志的在侧边边，你要不要帮他介绍一下？他看起来很孤单，好像没什么介绍词，就是，特别比较远呢，山顶都是聚集在这边，被排挤的帐篷。男士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木材？这木材呢，红眼木，烧起来香香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其实蛮轻的哎。对啊。我们现在要来开箱露营了，3号店真美馆卫浴设备，还有厕所跟冰箱，这是卫浴设备，其实跟照片拍起来有点不一样。他们有洗脚是不是？应该是哦。我是一个人晚上在这里洗，我觉得蛮可怕的。其实真的蛮可怕的。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来，我们一左一右好了。那这边应该就是厕所了吧？是蹲的，蹲，然后有2包卫生纸，五月花。这边是做事的，冰箱在这边，这里还有吹风机，哎，这边还有镜子，哎，大家这样看其实也是蛮可怕的，哎，如果突然看到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上面是冷冻库，下面就冰箱，哇，今晚跟明天早餐的食材，开箱完毕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别的地方看一下，这边下去的话是不同区，我们这边是头目区，那边应该是狩猎区吧。
哦，猎人区，狩猎区是什么啊？来把它填好。哇，你人好好，我拍一下。安平美人，直接来这边新竹继续美，继续美，本来就很美。OK， 卡先卡先卡。猎人区卫浴设备比较不那么可怕、欸，我们桐木区的比较边边，它的 view 还不错哎、欸，有山。水弹在勇士区，应该是水弹吧？你问一下，应该是。你们要玩什么？玩什么啊？这边有水深哎、欸，会不会有瀑布啊？下去确认吗？水深是不用。哦，这个声音不错，这画面也不错。对。画面不错，我刚是，我刚是有点丑啊。回来到我们的营区，你刚是不是差点跌倒？比你刚刚那个还美观，你刚刚就这样。你不要模仿。欸，我没有烧过，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你快点烧了。不耐烦。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啊！一边在烧柴，一边还在砍柴。塞进去。对，小心哦。这边看起来是蛮激烈的。这个姿势，八加九的姿势、啊。对啊，你好可怕哦，抽抽。我觉得我们这边移好了啦。我们烟太大的关系，所以要来移一下桌子，重建露营地中。燃烧，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。下一句怎么唱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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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煮饭了？煮饭了吗？啊，还有人在唱歌哎、欸。嘉佑跟秀秀组洗一下这个烤盘，刚似乎还在吵架是吗？没有。OK， 奶丝组要处理虾子了。泰国虾，中午的时候还是火的。交给你哦。好啊。刘大厨已经开始在这一道料理呈现的概念，就是一个。看起来很有模有样哦。去头开背。太专业了哦。都不是我用的，都不是。这一包是什么？阿顺斯，可以吧？兔杀要有盐巴，没有盐巴。我少一个工具，加呀！那里呀，呀，用力呀！你葱要长怎样？你葱要切吗？切断啊！是啊，好像加太多了。这还好，它是加180哎，那要让它收到就是汁都没有。最后一个秘诀。用吹风机，在收汁完之后，你吹风机再吹一下，微加热，就交给你喽，奶师。好，现在是洗菜吗？对。菜很粗吗？你切的都 OK， 完全 OK。OK。他切的我都吃。直接肉麻起来，你在玩扑克牌、欸，洗菜的这个专场交给你了。哦，香哦，奶丝哦，我还翻，鸡皮朝下，董监哦、欸，有香味了哎、欸，在地狱厨房。文志颖这边有开火吗？有、哦，最大的，有等待他。对，安平老大要来把所有帐篷的灯全部打开，让我们的营区变得亮亮的。微笑月亮，看拍不拍得到？香蕉，我妈取的名字叫微笑。有哎、欸，拍得到、欸。我妈取的名字叫香蕉，我操，香蕉，你知道拍到了。哎呦，糟的！这个我们之前没喝过，它是八乐柳橙，我们之前喝八乐柠檬。喝看，我先喝看，我怕雷。应该好喝吧？好喝。现在时间是6:45，营区已经暗迷蒙了。手电筒如果关掉的话是看不到说的。紧急挂一下照明灯，你们超像猎物的。完成了灯火照明，吐司店开张。老板，你们都几点开店？午夜时刻。嘉佑主厨特制，这有名称吗？黑旋风。紧急照明灯没电了，阿咪猫完全看不到，太暗了。远方砍柴柱，这里在生火。他那声音有点可怕，在这个宁静的夜晚。
我们现在结束晚上一系列的活动了，那已经回到这个帐篷内了。